一样会葫芦是一款适合三到八人的排队游戏，游戏时间大约30分钟。在游戏中，玩家们要描绘图卡，尽可能的让其他人猜出你的作品。只要画得越快，描得越像，猜得越对，分数就会越高。玩家们会各自拿到一张图卡，并同时开始描图。自认作品完成时，就可以去讲遮板了。接着，玩家们轮流展示自己的作品给大家猜，答对的人可以获得该张图卡，自己则可以获得遮板的分数。最后获得的每一张图卡两分，再加上遮板的分数，就是这一回合的得分了。总结一下一样画葫芦的几点特色：不需要绘画技巧就可以玩的画画游戏，每次插入遮板时都会发现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，图卡数量丰富，甚至可以自己上传照片来制作题目卡。所以这边我们会推荐给自认是描图高手的你，享受绘画乐趣且热爱分享的玩家，画技很差但又想玩画画游戏的苦手。本影片游戏由 GoKids 玩乐小子发行与提供。